常嘛嘞，啊，非常非常光彩夺目。咱来看卖，这是哪一个奖品？咱哪一个奖奖有名？再个又叫又叫，再来上座帮上，将欢迎着咱各位领袖代表共同的参与。再次欢迎着咱天鹅立家海林镇，欢迎着咱海林镇大富翁爷孙家。Yeah.
的水委员五分钟水委员所带领，和咱配合地位成规定。Thank you.
啊，林小飘啊，所以就咧祝今年所有嘅团队，今仔日更加个好，咱大家非常嘅辛苦，非常嘅辛苦。啊，小丹那边何家就咧咧成龙花，刘天水、刘来关水，啊来进场来交际，来进进场来交际。今仔日会使讲好，咱今无人在旁边嘅路，非常嘅感谢，感谢就咱啊成龙花客家了，祝新疆祝今年。Thank you.
条朱云雄的上岗令。啊，有些咱的朱云委员、朱振辉，咱的领队、朱局长，啊，就咱的宿兵啊，林少平，啊，所以就咱委员会啊，咱的上岗令的这个30保障，感谢着咱今仔日啊，辛苦的科学来庆祝着咱朱云文化这个光彩，我咱大家啊，今仔日啊，从透早啊三四点就集合，啊，咱这门关拢三四点就来集合，啊，小等一下到两三点才有转到厝。所以今仔日啊，要到天暗，会使讲转去嘛，唔成困。所以这点的精神，特别咱的鼓励较肯定。即马咱来到兴大操场，是咱的兴大厅，是咱的兴大厅，咱过一条兴大厅。感谢，辛苦了，辛苦，辛苦。
动尽快圆满。大家祝着咱农民们嘛，咱民间的好运啊，会当安尼。广州的毛边草毛最最迎接上新哦，加入农民们，新目标是九年幺九收入幺，任务圆满完成。感谢感谢，就咱副机关吼，感谢您，感谢。真好。啊，社会啊，歹势歹势。谢谢，感谢感谢。认着声，社会啊，认着声。是，谢谢，拜托哈，咱大家替来咱的管制区，卖互咱的督兵遮尼辛苦，啊，搁有咱的交通问题吼，请咱的路为大路，即摆渐渐一直缩小来，拜托咱的信众，拜托咱大家提一下。
在咱漳州里，何要讲勇敢白河人？有一个咱的领队是安建民的，啊，所以在咱这白河人所有的职员，三十个方向，今仔日会使讲予咱啊，大家相信我，三四点钟集合，三四点钟集合。我的心情是特别咱的鼓励甲认同，非常感谢着咱兄兄弟，好了讲咱的勇敢白河人。感谢辛苦了，今仔日
在咱六点吼，六点就搁准备要来出门。谢谢，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再一次感谢咱合格了苏兴江在。今仔日咱来先锋歌，吼、哦，咱合格了朱英雄，由着咱主任委员苏进伟、苏主任委员苏大领，吼、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在此恭送咱合格了朱英雄，祝福天地回家，永生回家，永生回家。啊，咱这是红尘事，咱大家双手啊，同桌啊，拜拜。杨秀才同桌拜拜，哎，江上着咱丢钱队，咱的钱红花，甲九万万岁世界，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感谢着合家了，尊重咱的上高人，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再次感谢。这是杜斌，杜斌麻烦甲咱看一下，现在进场咱跳高亭，这是咱环河几号？杜斌麻烦甲咱看一下，环河几号？几号？几号？番号？现在进行咱跳高亭，是咱几号？是咱刚刚在吗？是咱刚刚在是无？张先生。张先生，啊，欢迎你来张先生，啊，咱过年晚会，感谢你，感谢。刚刚还在中心中，啊，咱的大哥为您感谢你。好啦，咱头前拜托一下哈，拜托一下，咱家工人买一位，拜托的，咱大家都在通过，拜托一下，拜托，一定家工人爱去公庙去三日，爱去行等于三百了啊哦，所以时间大家啊，咱本事一下，咱本事一下，啊，咱同城正通到你门进不了，再出来中心一下，咱再发了天朝你，啊，咱中心中吉祥。今天的家长店有着咱的指挥苦尽忠，啊，咱的副指挥魏武勇的，也是过经典，啊，全咱在咱今仔日，啊，咱所有啊，上届有见到咱精神十足，咱所有家长店所有的团队，今仔日会使讲非常的成功，今后就上十几公里，今仔日红火热的，一波啊，一卡一波啊，一波赢，来完成着咱。啊！从你母妈的使命来放顺，来放顺，而且咱好听正统在你门上门庙建设委员会，咱的咱委员会，咱的会长啊王明义，以及着咱啊建设的总干事洪子晴，以及着咱乡亲，咱的总指挥啊李彪郭信良，在厝内向着咱啊三百条青草里啊咱必将今日的家工程所有的团队。啊，再多啊，咱大家表示三十万如的啊，敬意跟感谢，大家非常的辛苦啦，非常的辛苦。今仔日大家啊，从透早啊四点外就出门，啊，这囡仔拢镜头啊两点就揭开了昏迷，两点大家就揭开了昏迷。啊，咱这啊这个囡仔吼，咱从小正统努力不是羡慕没有，啊，咱的天上羡慕，啊，咱的农民们嘛。每天很多我有潜水现在会有一些小朋友啊，大家聪明伶俐，大家高层次啊，这是好游戏，啊，这是好困眠，大家为着要欢喜这一个工哦啊，会打袂啦，欢喜到拢无困啊，感谢着咱这个工囡仔，这个工囡仔这小朋友啊，小等下咧困眠哦，咧困眠的时候，大家拜咱的五妈祖拜拜啊，大家拜咱的五妈祖拜拜，加咱通行正通道里门。政府庙啊，咱的建设委员会，咱的会长啊，洪明义，以及在咱建设的总干事洪水清，甲在咱乡亲的总指挥啊，咱议长郭信良，以及在咱土城全省的信众，再多啊来向着咱家啊，家工兵所有的团队，所有的团队来向咱表示着咱的敬意，甲感谢，非常的感谢您，非常的感谢您。啊！而且也给咱做一个介绍，咱青草仑基金宫不朽森林也更新，
是一个民国51年成立，到今已经50几年，这是一个传统的这个宗教文化。现在咱看到亚冈平顶馆，拢都有36个小朋友，拢是由咱提头轮咱庄内的囡仔来担任。啊，会使讲伊是细汉就足期待吼，咱三当一棵树会当轮到伊。啊，这是依照咱过去唐太宗出巡，以唐太宗出巡为这个主题就去办宴的吼。啊，而且咧参与到咱亚冈平的这个行动，啊是咱现场拿来拜拜，咱亚冈平来甲拜拜，拢会当得到咱这个疾病的保庇，愿大家平安健康，福慧相随。啊，所以咧，咱借这个机会，大家相信吼，甲亚冈平拜拜一下吼，甲亚冈平拜拜一下。哎，咱咧，我问一下咱院长吼，像咱咧亚冈平头像拢是咱西方佛祖来祭祀吼，啊，是像咱院长来甲咱说明一下吼。叫起来真辛苦，他妈坐几回车子都讲到这呐吼。我来，你要挂袂出来哈。亚冈平，来。也刚刚忙两下，咱今麦要供庙，咱今麦要供庙，也刚刚忙两下，拜托一下，忙个两下，因为安装问题，忙个两下，今麦叫三弟今要供庙，啊，请大家再说一下，再提一下，提一下，我来亚冈平方便吼。亚冈平爱困三年哦，咱大家先把开心看，啊，感谢，啊，感谢着咱，啊，西北寮青草里，啊，咱这亚冈平，啊，传承着咱西北寮青草里。咱紫金宫庄头的社区的文化，啊，咱地方特色展现团结的精神，社区的团结，提升宗教活动民俗的势头，一族真人的亚冈平，一族真人的亚冈平，咱这阵亚冈平哦，由着咱西天佛祖，西天佛祖啊来指定，非常的显赫，非常的灵感。非常的灵感，请对你亚冈平后边的信箱，请忙搁再对啊，请退车出管制区，咱即马我不停要搁继续进场，谢谢，拜托，卖互咱冻成遮辛苦吼，谢谢。现在亚冈平要来进行着昆庙，咱就是讲庙庙爱三连吼，啊来完成交祭，啊请。现在新中头城港好运，头城港好运，啊！而且证明是咱头城港，啊！咱大股会定，大股会定。啊！后边一边，只要只要这边，只要这边无看无，啊！咱头城港，头城港，啊！中秋港，中秋港，保生在地，啊！感谢感谢你，咱头城港跟中秋港，啊！咱的大股会定，非常的感谢你。啊，咱夜市啊，吼，咱夜市啊，咱拜托个，若来到这个红台遮，鱼啊拢向这边啊。今仔载若到红台，鱼啊向这边，啊无恁无叫吼，我唔知恁倒一边啊，歹势，安尼来报无定吼，歹势。OK 啦 ，OK。啊！咱通行正拢无进，进不了。在此来感谢着咱台南修建大天河中，恭迎着咱天上圣母，啊！这如今一个性格，特别感谢着咱管理员会主任委员陈吉林，啊！带领着咱委员会遮头家老师、遮执事员等，啊来参加着咱新修科的这个课程，在故乡出巡孝敬。啊！再度来向着咱台南祖先大天后宫，恭迎天上圣母圣驾，恭迎圣驾，感谢！非常感谢咱台南祖先大天后宫，因着出任委员全家人，全出任委员所率领，今仔日一天互恁辛苦了，再次恭谢咱台南祖先大天后宫，天上圣母圣驾，恭迎圣驾。恭迎进驾，辛苦了，曾主委，谢谢哦，感谢。咱在此感谢咱台南福建大天后宫天上圣母主任委员，和咱曾主委也非常感谢。
哇，今朝接你咱台南主政大天庙中后院，要来庆祝的是咱祖厝第一代天父真后宫，祖厝第一代天父真后宫。今日主任委员陈永春，陈主任委员讲率领委员进入团队，并且代表着桃城正统农民盟向保庙管理委员会洪平义，政协委员会总干事洪水平，以及历来委员参加进组代表，甲恁致上最高的敬意甲谢意，感谢再感谢。今仔日咱这次农民盟妈娘托付陈水平，第一天出巡了境，顺利圆满。再次恭喜祖厝第一代天父金虎宫，忠诚马大万岁，五虎千岁，天上圣马圣驾。感谢着咱祖厝第一代天父，咱的金虎宫，忠诚马大万岁，五虎千岁，天上圣马。啊，特别感谢着咱管理员会主任委员陈永春，啊，同样着咱主任委员遮个头家老师，现在讲咱所属每代子女，马达红军红军队，啊，哪欢欢，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欢欢，哪办红军队，哪大领，现在讲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欢欢，所以每次这么苗管理员会、各级委员会，心情再多，来祝着咱所属。非常感谢，互恁辛苦了。从在五点外、六点出门到即马，十几万分的感谢，谢谢。啊，这个情分，这个情谊，咱桃城正统农民们幸福庙，甲恁致上最高的谢意，感谢再感谢。咱桃城乡第一港的苗侨，感谢咱全国各地有功有名的情侨们，这十几万分的感谢。差不多了，拜托。啊，咱起码有这些信用，你的口罩，麻烦你把口罩挂起来，请你把口罩挂起来。啊，咱的客车即马伫现场咧开单，咱网友发着吼。咱服务台下面，请拜托咱的信用，请将口罩挂起来，为着你的安全，防疫不要有破口，防疫不要有破口。啊，咱今年也赶紧，就今年也赶紧，啊，爱投票，困三年。小等下，还阁有无闲的，行到一咱，行到去到咱台北了啊。所以这个时间真长，还有困眠困三年哦。啊，而且再多来台咱先国中段来咱碰见一个，来台咱先国中段碰见一个，来见证台咱见证成败，见证成败。现在进行成败，咱所属的一代全部。来，现在进行参拜是咱祖祖第一代天父金虎宫，就是咱主任委员陈永春主任委员，甲咱所有技术人员来甲咱金台头前，咱祖祖第一代天父金虎宫，咱的神尊总兵啊大万岁，五虎千岁，天上一庙，咱来恭迎进驾。在这个表演的非常的这个精彩吼，来，咱在座所有咱台南进入台的，吼，给咱所属的台铁路金虎宫来了，这个火箭来鼓励起来。Thank you.
非常的特别，也是咱台湾宗教白旗之一大庆之一哈。而且非常感谢，再一次感谢着咱所属第一代天后金老兄、主任委员陈永春陈主委，以及着委员之助，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再次感谢。哦，咱这平安堂哦，平安堂去这边吃，吃平安有够。这所属第一代天后啊，咱的平安主席啊，来到这个啊，我们的平安堂的话，大家欢迎。啊，咱都来祝福咱七宝，永山永啊，永永在咱师父千岁，一母万岁，天上圣母，开着你面前，有着咱的保定院会主任委员蔡辉荣，率领着咱委员会团队，率领着咱委员会结识出在场头家老师，啊来参加着咱天上哥的考验，祝你万有福。啊！咱农民们释放了管理委员会，以及着咱建设委员会赞助，来向着咱台北了提超力，以及用积极经营的加工力，所有的团队啊，所有的团队啊，来带咱超市十二万元的盈利加感谢，有咱热情的乡亲，有咱的参与，增加着咱新手科的这个科技，农民们嘛哟。保护千岁节的这个光彩，而且再度来向着咱三八条提到你，咱积极今日的夜工日表示十二分的敬意感感谢。今仔日咱夜工日头前，是咧带咱夜工日的，啊，是咱拄着咱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欧炳义洪主委，也搁有着咱郭清华议员哦，啊来带咱这个夜工日哦来啊贺喜哦。哦，就真感动哦！所以大家看到咱这就是你亚钢筋嘞，啊，只要会在一个时阵叫停下来，啊，拢会使予大家弄这个亚钢卡，哦，保平安。但是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度大家弄亚钢卡，哦，啊，而且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甲介绍，咱明仔载来咱预定较早的时阵再来做一个安排吼。再一次感谢，再一次感谢。哦，第三天预报吼，第三天啊，吼，会当安排予咱过这个夜工日。来，咱夜工日吼过了，咱即摆现出时是咱七股龙山宫，由着咱主任委员蔡辉荣，主任委员带领咱所有技术人员来到咱平台头前。咱非常感谢咱七股龙山宫，七股龙山宫，咱是伫厝内有咱伫。金父千岁，还有咱台上金庙来神尊吼来到咱遮，非常感谢，非常的感恩。来，咱即摆，咱即个龙山宫吼，咱的文武殿这礼拜到咱的这个广场吼，他来拜托咱，都有咱神南进入台顶嘞。咱会当把咱的这个诶考场的这个通道吼，甲调好出来，甲调好出来。啊，搁要提醒咱各位，咱即马咧是咱讲咱的人数非常的这个多吼。啊，防疫期间，拜托各位咧，咱甲咱的水安吼，就是口罩咱甲挂起来。咱现场咧卖正常的口罩，卖正常的口罩，伫个开单吼，不然已经有人去用开单哦。啊，咱拜托咱各位用心开单吼，咱甲咱的。口罩，我甲挂好起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谢咱故中山乡，故中山乡，咱地府天水，金府天水，天上金庙。感谢，咱故中山一座代表故乡，下到农民们敬贺庙，来见证委员会，他向着咱故中山乡，咱大都的委员都赞扬他的，感谢上最多谢意。现在看着咱迎来红布头前，是咱故中山乡，金府天水。这边呢，都是这边呢，是高雄三中后边的已经进到公园，啊，是咱安平保安乡，一个主任委员邢主任、邢主任都专业，再次非常感谢辛苦了。您嘛，您嘛，各位大兵啊，咱也当兵搁在厝诶啊，今天是咱当兵去看表看三年啊吼，来到咱当早诶吼，我即摆才当拜托，后日当兵人回家，我今日头一了，头一咱拜托一个奖金诶动作，奖金诶动作，我咧这边当兵人回家，今日爱去行到到三拜了啊，爱到我这边找我那农民。有时啊，拜托咱大家配合一下，大家配合一下，会支持咱三百楼，啊，咱的正中心，咱的中心，咱的中心，啊，有时咱碰到咱的主任委员，啊，洪平基，咱的咱议员，啊，郭清华，啊，拢伫遐会议咱头，咱郭清华，咱的咱的副标，咱的洪平基，拢有坐过演讲，有坐过演讲，啊，现在讲一直演讲，无上的遐听。非常的认真，我咱大家啊，人都做服务，我咱也赶紧来回家。且感谢你咱三八条提早的，啊，咱的积极积极来去啊，赶紧积极积极来去啊，赶紧。现在讲起来，我咱三七条大家是三八条是希望，啊，咱大家非常的辛苦啦，非常的辛苦，啊，别回家，叫咱领导尊重。叫咱这个市场，啊，因着咱目标，咱的主任委员洪平基，加着咱这个志愿过程外，加着这个的指导，啊，来红赞着咱这个啊，业奖金，红赞着咱的业奖金，现在就是，啊，咱表示现在这边，啊，大家等等的较早困的啊，较早困的，明仔载主任领导爱去行路的啊，感谢着咱这业奖金所有团队，感谢您这个，咱大家用心指导。咱今日咱就叫今天叫咱今日阿德哥，阿德哥姐，感谢，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来个咱金台头一位，也是咱安心保安乡，一个主任委员，咱金主良主任委员，都快点来金主任团，咱安心保安乡，咱主席，是咱保金台的英雄金彪。
来自江山南阿丁不阿江不江带的天雄什么回家江山回家江山回家嘛要感謝咱江海派鎮海宮恭迎咱鎮海將軍鎮海姑娘啊，另一個性格嘛要感謝咱主任委員啊，咱陳先生啊，陳先生帶領咱的團隊來慶讚咱團隊官員哦，千歲就會公開而且再度來用咱江海派鎮海宮表示十二萬人的敬意再感謝海疆，咱鎮海将军、鎮海姑娘，就着咱主任委员陈先祖主任委员，即摆要来恭送咱恭送鎮家，恭送回家，再次恭送咱刚刚在鎮海疆、鎮海将军、鎮海姑娘回家，即恭送回家，恭送回家。感謝，明天再來再給您繼續來到幫忙到收聽，要等於一路順行，祝有您平安順利，感謝再感謝。咱公共團到過境喔，這鄉親一團，咱新聞餐廳喔，煮正在點心裡啊，煮正在點心裡啊，咱若要吃點心，超過咱的新聞餐廳，新聞餐廳煮正在點心裡啊，要給咱服用。感謝您，感謝咱今仔日今仔日現在講鴻州哥的頭一年非常的圓滿，非常的成功，就是咱遮國中團交過境的這個配合，而且再度咱土城正統路的民生目標建設委員會深深再度來向咱表示的敬意，咱大家坐過咱的聖母餐廳來用餐，來用餐。现在咱现在进行交际完毕，是咱台长弟兄有成功，玉皇上帝请假。十二万分的感谢，咱台长弟兄有成功，下面个下次的委员以及咱的委员进驻，谢谢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自咱台长弟兄有成功，非常感谢。同时，咱嘛要来恭送咱台长。
理想自由成功，玉皇大帝。一直着关心地君性格，永长回家，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接着日常，咱看到的是咱新着云红花，新着云红花。有着出任委员，但是分担出任委员所率领委员团队，有咱后排车大北旗开锣鼓，鼓吹太子党啊，咱的中大元帅，一直着36家长扭线，非常感谢盛情盛事。在此代表高雄正统农民们向农民敬上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真心感谢新的分红会。正当中，恁闻见无着在此来恭迎伫咱盐埕永定宫，恭迎伫咱国正尊龙开日的尊神的圣驾，恭迎圣驾。也免感谢伫咱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定嘉，率领伫咱委员会遮个头家同事即时在场来参加着咱银雕哥的考试，教主再见，教主。咱台电非常的感谢伫咱盐埕永定宫。同时，咱嘛再一次来感谢咱新竹温王辉，就着咱陈宜君主任委员率领咱所有技术人员，咱来奖赏回家。现在进入着咱红布头前。咱盐埕永定宫，由着咱出任委员吴定嘉吴主任所率领委员一组，进行参拜祈驾，非常感谢，互恁辛苦了，感谢再感谢。在此也恭祝着咱盐埕永定宫后会生情，必有万事。谢谢，感谢咱吴主任，感谢，谢谢。啊，要来进行交接的。是咱盐埕永定宫功德之主，这是咱第一天出巡完毕，参观着今日咱出巡了境，而且个有功有业成家，来进行施家，再进行施家，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接着接在咱后边面，是咱南兴万庆宫庙南兴，咱三重北庆宫，三重北庆宫，而且非常感谢三重北庆宫，有着主任委员王文全、王主任所率领委员团队，而且非常的感谢恁辛苦了。在此来感谢着咱三中北信宫，恭迎着咱五福千岁、天上圣母、开天尊神的圣驾，也欲感谢着咱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坤全，率领着咱遮头家老鼠，遮子孙来着，感谢恁，谢啊，感谢恁啊，谢啊，感谢啊，感谢，感谢着咱遮三中北信宫，遮所有工作人员，感谢恁，感谢。
咱再一次来感谢咱咸平金定乡龙胜尊王，咱永上回家。再次感谢，非常感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一天，互恁大家劳累，互恁大家辛苦了，互恁大家辛苦了。啊，明仔载啊，大家过今早就爱出门，所以咱只要一拜礼就好，一拜礼就好哈。好，这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咱平湖关英雄，咱苏林委员高明玉苏林委员率领的技术人员，再次感谢，再次感谢。啊，再次来恭迎着咱平湖关英雄，恭迎着咱关英不错。这是一个性格，特别感谢着咱国立委员会啊，咱主任委员高明忠啊，所咱地委员会团队啊，感谢您，感谢着咱包啊，来往过海啊，漂洋过海来到着咱丰城正统路这份小目标，来庆祝着咱今仔日很久可的可笑啊，咱要出出境的这代表在此嘞，啊来向咱表示着咱的敬意，感谢。所以咱现在是咱平湖，咱上港威灵镇，是着咱主任委员叶志良，主任委员率领咱所有特殊人员，也佫是咱后壁的新村，就是咱平湖上港威灵镇咱的地府王爷，要来甲咱做施加之礼。哇，非常特殊，也非常你的这个成就，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感谢咱平湖。好啦，再度打八折，打八折，再度打八折，来，来，来，拍掌，来感谢着咱平湖上港威灵镇，来，来，拍掌个拍掌哦。哇，咱台南人的情谊在位，台南人的热情在哪里？哎，对，掌声加上尖叫，再次欢迎我们澎湖的好朋友，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谢谢。这是歌颂澎湖，歌颂澎湖。我来啊！来，放个声来，来个拍掌嘛，来，甲吹来哦。如果吼，吼你就惊吓到吼，爱话出声，阿袂就来凶。你若感觉有经验，大声甲话出来，阿袂就来凶哦。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咱台湖，咱今天来接的这个亲友，拜托姐。拜托姐，来引进好酒啊！俺做点酒来引进好酒啊！来，后边是几个做好酒啊？来，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时间的关系，麻烦咱停到停时间，咱尽量把距离缩短，把距离缩短。麻烦加气球，然后是咱配合，配合还有神哦，加气球，加气球，谢谢，感谢。好，已经十二点哈，时间的关系，明仔载大家都早来出门。好，您辛苦了哈，麻烦大家前进，请咱的扭转进行，请咱的扭转进行。谢谢，感谢哈，感谢感谢感谢您的帮忙。全组人恭迎在咱平湖海林镇，恭迎在咱苏武王爷开店就是恁性格，开店就是恁性格。感谢在咱管理员队，咱组织委员韩冠宏，韩冠宏，感谢您。感谢着咱今仔日来庆祝着咱罗定花园某前水的孝顺的这个展现，感谢咱再多再多，咱来拍些鼓啊！咱感谢一个，这新界拢会碰到的，这拢歌颂碰到的，歌颂碰到的。感谢再度来用着咱平湖啊，咱海林镇，海林镇恭迎着咱苏武王爷开店之前的喜客，万里感谢着咱国美馆的主任委员韩冠宏啊，昨天着咱家头白龙柱艺术展厅来参加着咱民族科的科学，而且出巡校庆展现，感谢再度啊，咱代表着咱敬意，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哦，咱朋友海英生哦，咱的牛爪，伊这个卡布打得非常的水，阿来甲
咱做咱自己的演出，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常常相遇就可以吼，敢那常常相遇就可以，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再感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咱遮各种团，包括老民警哦，咱也参拜热情哦，咱带过咱这个信步餐厅来用餐。啊，信步餐厅拄今日啊，这个点心要还大家享用哦。咱大家若报团参拜热情了，带过咱的餐厅啊来用餐。啊，即马红团有出一个咱可能新村的帽仔吼，新村的帽仔的边仔附近。新村的帽仔边仔附近，我来托付大家有去到啊，有去到。然后放这些新村的附近吼，啊来托付大家领回，啊不是啊。主持进入到咱平台，是咱柳永王三圣师祖，由着咱的三元真君十二师祖李老先生恭迎圣驾。来是咱土城自德宫，咱观音佛祖恭迎圣驾。由着咱的主任委员郭耀英率领着咱上进团队恭迎圣驾。感谢着咱参与着咱龙门妈娘，咱五虎陈翠秀，也感谢着咱柳永三圣师祖，甲着咱土城自德宫。感谢您的参与。啊，咱头城正统的位置，有没有再度来向着咱柳永王三圣师祖的这个形象，恭迎着咱三元真君十二师祖李老先生，恭迎圣驾。嘛，要感谢着咱管理员的指挥员郭同志啊，所咱一咱的同学同事一起来参加着咱今仔日的这庆祝啊，在此来恭迎着咱朱德江，恭迎着咱郭林副座，今日真是的盛驾，恭迎盛驾，嘛要感谢着咱管理员的指挥员郭耀英，所咱一咱的同学同事来参加着咱的庆祝。非常的感谢，再次感谢咱江阿西南清乡，由着咱主任委员郭良安、郭主任委员带领咱所有执事人员，由着咱的两位尊神，咱蔡姑娘来到咱平台头前行施驾之礼，非常的感谢。啊，会使讲你家看出着。咱朱德江、土城朱德江、江阿西南清乡，啊，以及着咱土城顺天上尾段，啊，咱三间宗庙好交情啦，吼。会使讲每一次休息咧，咱三间宗庙就是带做伙，或者讲看到这个好情分，这个好交情啊。啊，咱个新年甲新年之间咧，这个好情谊哦，咱人嘛得爱甲伊学习哦。再次欢迎咱土城朱德江，伊着出任委员郭耀荣郭主席做率领。恭喜恭喜着咱观音佛祖圣驾，啊，以及着咱江阿西南清乡，有着主任委员郭良安郭主委所率领委员进入，恭喜江阿西南清乡蔡姑娘圣驾，以及着咱土城顺天上尾段，咱主任委员郭安田郭主委所率领委员进入，再次恭喜顺天上尾圣驾。
而且报告咱我嫁少娘楼的，我嫁少娘楼三百口水的，现在来王子岭上哈。我嫁少娘楼三百口水的，听着广告来王子岭上哈，咱等下煮火锅，连面就要进场。再一次感谢着咱桃城朱德江，刚刚在南靖江，桃城四天上无大，十二万分的感谢。在此代表桃城甲乡农民团结心无量，建设委员会咱总干事洪水清，咱副着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洪明义，用恁智勇智慧敬意甲诚意，在此也祝福恁会当有会心情传万里，感谢再感谢。现在进场非常水这个桥，是咱台南长安宫，台南长安宫，咱主任委员吴老师吴主任都率领。家中有陈阿兄，台上节目，金山万岁，平安万岁，敬驾。感谢咱在此特别来支持，而且嘛要甲咱助理娘、助理娘辛苦，多谢。咱中西区现在拢经营非常好，啊，做五六届的这个理念，这哪领替伊领会着啦，所以咱就无这种福利吼。谢谢啊，助理娘辛苦，谢谢。再一次感谢着咱台南长安乡主任委员吴木春、吴主委，以及着所有委员支持，奖赏咱长安乡千上十宝，进山万岁，庆丰万岁，回家，奖赏回家。主席进入着咱平台，是咱十五里咱东平镇中。迎着咱沿海之王、沿海姑娘，恭迎进驾！迎着咱的主任委员、助营救助主任委员，欢迎着咱乡镇主任官，感谢你参加着咱今届咱锦州科用你问马乡夫妇陈水桥，而且代表着咱下通用你们欢迎欢迎。所有的技术人员非常的感谢，非
非常的感谢咱今仔日哦，咱规工的这个闹劲吼，今仔要来迎披甲之礼，非常感谢咱黄志明助理委员带领着咱所有技术人员，非常感谢。谢谢信里边咱洪部长姐，对咱前咱长明镇后壁哩，现在看到是咱龙江了，龙江。咱龙江了是龙江，一个助理委员黄志明，黄主任都在呢。辛苦了，感谢这个给咱赞助这个火车吼，咱这非常热闹，是即马现在青少年最爱看的咱庙会当中吼，咱嘛都过个时代啦吼。再次非常感谢咱新竹的诸位都在呢，咱龙江了是龙江，再次恭喜新竹大队成功。而且有人抗争，如果有捡到，甲你讲讲咱服务台，咱服务台正够人捡到，这个是甲你是尊敬官、尊敬官的这个这个装置吼，如果有抗争，甲来咱服务台，足感动的吼，非常感动。现在进场的是咱将要进入咱现场，是咱华人吉安姓南桥，华人吉安姓南桥，这特别为后山而来，也再讲经过二三十年无联络，失去这个联系了后，今年再次林主任委员、郭建志吴主任委员，也是华人县议员。努力之下，再一次将咱这个情谊再来给联系起来，非常不简单。所以咱现场的现场是拍一个鼓啊！啊，感谢欢迎，华人吉安姓南江，伊是主力委员吴建志所率领委员担当，感谢再感谢，再次有恭喜华人吉安姓南江，天上圣母吉安妈来开启吉安妈圣驾。非常感谢咱华联吉安信南江，由着咱主任委员吴建志权议员带领着咱技术人员来到咱兴台头前来行行披甲之礼吼。咱支持咱华联吉安信南江，这次出来嘛来招聘三工吼，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恩。尤其咱的这个路跑马，就是咱的独立门吼，咱的文冠三马吼第八号。嘛，登记吼，暑假吼，这段时间拢伫个咱华人吼，来保佑着咱东部的这个平安，吼，来保佑咱东部的平安吼。啊，这一次咱不管三马嘞，伫个咱这个考照吼，转来咱家吼，本来是运动衫，但吴建奇主任委员嘞，也特别甲换换换好吼，可以转来。啊，咱所以讲咱伫个咱马祖地铁嘞，咱就看会着吼，咱这个路跑马吼，当然是。为着这个新冠疫情吼，来台湾走出来的这个文冠三马嘞，吼，即马嘞穿甲非常的这个水吼，来就是咱的这个马祖电车吼，咱明仔载吼有闲嘞，咱大家就来甲看一下吼，非常的这个庄严，啊嘛非常吼，我个人感觉非常的可爱，参古水啦吼。重点重点，咱而且受到华人馆长、苏志伟、苏馆长的邀请，咱后个月月底。咱阮着进电视马，将要去到东部东顺哦。咱五月底就是由着咱信南宫所主办华联马祖文化节，
欢迎新竹大家时间来在是大家半价做伙来去到闹热。哦，咱五月份、五月底，咱花莲妈祖文化祭哈，而且非常感谢。继续伫咱花莲吉安圣乐宫后壁哩，接下来进场的是咱花莲玉里叶天雕，马上就要来进场。啊，麻烦咱东边甲印度去办吼，咱卖让阿玲马上印度去办。麻烦咱的这个乡，他是可以来吼，哎对，时间段的提前一点喊嘛。到咱的现代人吼，行私家之礼，这嘛是来自咱东部吼，咱的花莲吼玉里吼。哇，咱看到这个镜头呢，也非常清楚。咱是个，咱头前冇看到吼，类似咱这个花莲市这边是，这个南无清净牟尼佛的这个景象。咱即马看到是咱玉里叶天雕，咱即马看到上天叫做海小林，看这是日本字头之一啦吼，非常特别。啊，伊的身上呢，啊，包括着咱跟着着班的另外着这个和服，着着和服的吼，非常的好看。然后看这里咱刚刚就看到，你有听到无？来，较大声来听一下吼，来。我叫我咱来给鼓励下，来给加油下吼，来给感谢下，咱花莲玉里叶天雕。这就是日本字头，叫做海小镇。我知影伫咱台南市南区以上啊，伫北边是老一镇。哦，出来吼，拢不然百人坐咧后壁，强咧看，真神速吼。嘿，而且在此，用接着玉米叶天雕，观赏四分欣赏。
咱的五福三千岁，非常的感谢。
咱尽量时间一摆就可以，一摆就可以吼。因为咱在做，互恁辛苦，也辛苦吼。现在接后壁的气球，咱十分钟请王府，由着咱主任委员陈业光、主委都率领委员一组，再次恭喜。十分钟请王府，请官请王请教。那辛苦了，咱的送工的，咱家的三兄弟辛苦好噶，是咱。咱现在是咱。现在好噶，是咱十分钟平安中，咱的送工的。一个咱十分钟啊，咱的平安中，就咱社府万岁，地府大将，三明夫人，就是咱主任委员黄杰辉主任委员。来锻炼着咱所有的主人员吼，咱看到然后咱比较认为咱是主人员吼。啊，家里在啊，来进行扩大啊，咱十分钟平安交互的送钢筋非常不错。好，来画起来哦，画起来来。哎，画起来哦，我们加个水来。来来来，画起来图，画起来图。Thank you.
后来吃啊，作为农村一大，已经连在北港转放飞机，啊，咱来参拜这神哦，咱错过咱的新闻餐厅遐个用餐，啊，咱这农村一大哦，啊，那靠老爹巴肚下腰哦，咱大家过餐厅来用餐啊，过餐厅遐个我负担的巴肚正不要紧，咱错过啊新闻餐厅啊来用餐，来用餐。今日咱公务进行台，是咱台分局廖县长，由着咱主任委员王一龙、王主任委员，带领着咱所有技术人员，在行指导之礼。感谢咱台分局廖县长，这边甲咱小天到东山，新桥车队车，一个叫前导车。感谢咱王主任你的盛情，十二万块的感谢。我们农民们叫和平，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洪明，建设委员会总干事洪水强调，这里见证最高的善意。在座有请到咱蔡国清、蔡雄、蔡茂雄、金大雷。好了，上镜头了，麻烦请到一进来，咱的新桥到一进来，门口这地方啊，因为时间上的这个关系，啊，大家各工团，大家配合一下，感谢哈，感谢。咱就来恭迎着咱啊，县长跟洪副，恭迎着咱咱们政府一级的公务千岁，开了真正的世界，恭迎世界，特别感谢着咱的张处长、陈处长啊，带领着咱啊团队，来做来表示着咱的敬意跟感谢，感谢着咱县长跟洪副。啊，你今嘛要甲咱拜托，咱家乡亲。麻烦您配合一下哈，好的，舞台这边的对不起，请你们退出来，为着您的安全嘛，方便咱进球去拜交通哈，来去拜恭喜大吉嘞，请退出来，你们已经到管制区了，谢谢。
港大港府正现场，由着主任委员吴一雄主委所率领，在座共接到咱大港府正现场现场节目参加。非常感谢着咱大港府正现场，咱好家乡也是农民们蛮有丰富陈设着，在一家出事，因为你的参与会让圆满，十几万都得感谢。同你外乡母亲说着，咱挂乡出巡孝敬在内，也再度咱表示着咱的敬意，甲感谢，感谢着咱盐埕镇海乡。
咱女人恭迎着咱皮薄风心中，恭迎着咱柳千岁，开恩就是个性格，啊，有着咱子女美满，时常时常传了着阮的传承，参加着咱新时代的潮流，在此啊，咱代表全台湾感谢，感谢着咱皮薄风心中。感谢咱客户啊，好心中，我们是会员，多谢呀，会员团队，感谢在参加。Thank you.
先生之兄，已经在来去下面空楼上安桥，李虎先生的单调完成，朱虎先生的长情之大之美，感谢再感谢，感谢来上安桥杨主委，保义桥杨主委，保安桥黄主委，吉安桥陈主委，感谢感谢再感谢，再祝江山回家，江山回家。哇，咱现在看到真特别，这是咱嘉义女性奖哦。啊，咱这个嘉义顶冠看到咱这个兵器哦，哇，大家大开眼界哦，这一支女性武器哦，真正非常非常啊，让咱大开眼界，让咱大开眼界。啊，全组来恭迎在咱嘉义当岁啊，咱这女性奖恭迎在咱天上进步，女美娘娘开了自己的性格。也要感謝在咱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基水的啊，率領在咱委員會團隊啊来參加在咱行政科的這個科學啊，咱教授在這在此的表示在咱的敬意，啊，感謝。啊，全组来感谢在咱这个看平风寒江，恭迎在咱五虎天水保证在地中大关帅，开了自身的性格，恭迎性格。那么感谢在咱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水如的啊，陈水如啊，转咱在咱委员会团队啊来参加在咱的领袖科的科教教训在地。在此，咱就要表示一下咱的敬意。这个看病，好感觉，感谢您。来，咱现在要来咱迎来的。零四甲之内是咱七股周良江，就着咱主任委员黄志明主任委员带领咱各位技术人员，来甲咱平台王富成，是咱七股周良江，咱七股周良江，咱一位尊神，有咱保生大帝五虎天帅，中大万岁圣驾。非常感谢，好、哦、感谢，咱这个邱良江。现在呢，这个邱良江高兴在地，我父亲在江华关水，今下未来迎接下一代，非常的感谢，感谢。
国安宫，也搁有咱七国九龙宫，咱宫上会卡。传出来恭迎伫咱高雄圣母宫，恭迎伫咱天上圣母高富天帝，阿连师神的圣驾，恭迎圣驾，嘛要感谢伫咱诸位委员戴永银，昨天伫咱委员的团队来到伫咱罗宁门圣母庙参加伫咱研究科的科举，出巡孝敬的这个台面，而且再度来向伫咱高雄圣母宫。表示300,000的敬意，加感谢有咱热情的参与，有咱的付出，增加着咱乡亲们的可笑，无限的温暖甲光彩，而且再度来向着咱高雄圣母宫表示300,000的敬意，加感谢。拜，再拜，三拜，谢谢。非常感谢，咱再一次感谢咱高雄圣母宫，咱主任委员，咱戴永银戴主任委员带领着咱所有的技术人员，咱高雄圣母宫，咱的圣驾，咱天上圣庙，咱五福千岁圣驾来行施驾之礼，非常的感谢。感谢咱高雄圣母宫有着主委员戴永银戴董事长做这名委员秘书，而且也感谢特别甲咱小弟赞助，咱的陈顺将军、罗清汉一将军，咱的亲像，非常的感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天已经暗嘛，明仔载5点外要搁开始，所以就请咱简单中中一拜就可以啊哈，咱先叫师大。一拜就可以啊哈，咱大家较紧早紧当咱较紧到餐厅食一个点心，当咧休息，较早休困，明仔载搁来互恁做辛苦的。感谢感谢，再一次感谢感谢咱高雄圣母宫，感谢再感谢，也感谢着咱圣母宫所甲咱烧天赞助咱的相爷，咱陈氏将军、罗先生、李将军、相爷团，感谢再感谢。Gracias.
谢着咱三江镇江海岸警署非常的感谢您，非常的感谢您。啊，三江镇江海岸警啊，感谢，会使讲咱这非常深的这个情谊，哈，非常非常的感谢。每一颗石啊，拢予咱三七幺三注意做做领，哎，委员团队、海岸警委员团队来给咱小领导帮咱，敬献着咱这处鸟巢武汉的光彩。代表着咱桃城乡亲们上无票，咱管理委员会后面是王思伟，以及着建设委员会总干事洪子成总干事，以及着咱全体委员参加，向着咱十九镇港海岸乡致上最高的敬意，甲十二万分的谢意，在此非常的感谢。啊，那咱看到咱的神桥，就是咱三江镇港海岸宫天上圣母的神桥。接下来，这敢袂咱咱家己自己的庙，会时阵哦，哦家己哦，反正伫遐进步。啊，辛苦咯！现在咱看到咱去对啊进场哦，是咱家己本庙，咱农民们羡慕庙啊，咱家己的这个文武殿哦，辛苦辛苦，感谢您哦，谢谢。啊，今仔日就是咱祖父千岁啊，陪驾咱农民们嘛啊，百顺哦。我知，我知，我了解，我了解。啊，恭迎咱父庙，咱的母千岁，咱的祖父千岁圣驾啊，恭迎圣驾，恭迎圣驾。在此恭接着咱父庙，咱祖父千岁陪驾。辛苦了，咱恭祝祖父千岁回家，恭祝回家，恭祝回家。啊，感谢着咱家也办办好咯，啊，以前着咱家举办人员吼，大家辛苦啦，大家辛苦，啊，互恁大家啊，从头早啊，拼到暂时。也在祝咱农民们幸福庙管理委员会、建设委员会亲情再度向遮工作人员，大家表示着咱的敬意，感感谢。啊，今日第一天，咱桃城乡农民老板娘郭凤陈小姐，啊，是由着咱祖父陈小姐出门。明仔载是咱大王，大王要来出门哦。啊，而且先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也向着咱本地咱拜拜话咯，咱所有啊，咱的人员各一句感谢，互恁辛苦咯，会使接咱出门，啊，即马接恁门哦，辛苦辛苦。
感谢大家去到餐厅用一个点心，较早休困的哈，咱明仔载早上就要搁出门啊。啊，感谢，感谢恁是咱遮行百万花路的，遮所有感动之源哦，感谢恁啊，大家辛苦啊，大家辛苦，感谢。再次感谢咱分别咱的白板画咯，哦，辛苦咯，辛苦咯，大家，哦，恁辛苦，阿哥，咱的众爷爷又上来啊，吼，感谢，感谢。先从先从歌啊，咱的小钢琴已经咧叫翻唱完哦，啊，小准备一下，小准备一下哦。啊，咱先从歌的所有的小钢琴的音乐哦，啊，小准备一下吼，小准备一下，已经在叫翻唱完，感谢您。啊，咱这王马顶冠拢有雕着咱的马祖陵，啊，以及遐五千岁陵，哦，今仔日啊，遮看马吼，感谢您啊，感谢。岁酒啊，咱是啊，冠用顺手出自咱要紧，咱冠用顺手出自咱去要紧啊，咱老林文化用五千岁酒，咱的老林文化是领天之地灵，领天之地灵啊，冠用啊顺手出自要紧代表，也会使讲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圆满。咱头一年哦，头一年哦，会当讲行事事，行事事。啊，嘛要感谢恁咱只国军团交会长，啊，大家会来配合，感谢恁。啊，遮所有工作人员，大家辛苦啦，大家辛苦，感谢恁。拜拜，再见。
好了。咱的主团海外调红军，调红军的中营是咱保生在地在地工作啊，由着咱海外调红军啊，咱这个主任委员啊，以及着咱遮啊，中国人吴秋娥啊，主任委员郭建良，以及着咱广东吴建良率领着咱委员会团队来参加着咱即届的这个考试啊，中营是咱。调红军啊，咱的主团中营保新在地，咱的在地工作的正家，中营正家，中营正家，中营正家，我们感谢感谢着咱各位啊，咱调红。咱的中国人何解着咱的子孙中营建家？中营建家。
大同小组，向上回家，向上回家。啊，非常好，今次啊，咱只看咱的进场，够咱动武。因为是咱在做工作，咧等着咱准备叫转来，啊来接驾，啊非常感谢。咱今年咱的红马吼，哇，再讲一天一天拢非常的水。黄土是上，我会记哩三年前迄颗牛角，咱现场的小朋友看到红马安尼，够欢喜的，吼，这会当转来担任咱红马这个任务哦，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啊，咱今年度啊，咱诶，即个乡就头一工，咱本庙吼，本庙咱委员会有算是即两点要完成。啊，今仔日啊，正顺序，今仔入庙正顺序，啊，两点钟有可能就完成，正准时啦。因为这大阵响无好挂吼，啊，而且咱时间上拢会稍微拖一寡。啊，咱诶，路水宽嘛，已经渐渐伫遐游啊。渐渐地啊，就啊，啊，有着咱的先锋歌啊，咱合家了朱义江的上钢筋，加着咱主团海尾刁凤江的这个上钢筋，以及着咱城南里河尾了吴胜江的这个上钢筋，加着咱城中里二条江上钢地河筋，以及着咱城北里过了胜义江的这个金帅筋啊来护驾。啊！就是咱的注水桥，咱的同心木马，咱的注水桥，一起来告别咱的大家，咱的支持团，咱大家相处感恩，相处感恩，来欢迎咱，下乡我们是新朋友，咱的注水桥。龙年龙马，小弟龙年龙马，
心一半的照顾，予咱大家拢会当身心安详再安详。在此，咱就祝天地父母长寿合家，永远咱同心合作。在这里就
下。一下。来感谢着咱的神龙官，客家了尊重咱的旧乡亲，感谢咱的祖传海外了红中，咱的旧乡亲，一直在咱城内里好威耀，咱有新疆的这个旧乡亲，感谢咱城中里除了咱旧乡地方人，一直在咱城北里过了新疆，啊，咱的金山人的这个风格。来中英给咱啊，还有咱这个小兵五马来回答，来回答。今天就是在讲啊，咱这个团队哦，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轻松，一边在讲要时间，要时间，给这个啊，咱这边非常的感谢大家的配合，感谢你。今天就在讲大家非常的辛苦，大家非常的辛苦啊，小三姐大家等于看咱过年吼，咱今天来，咱会分分分分给钱，啊，咱来给这个。感谢，感谢，喊起来，喊起来，感谢，感谢，连喊三。